霸王。那应该你们两个就可以包办他今天的营业。老板，那你下面坐的应该会讨厌你。这个贵来西螺是一定要吃的啊！这两个梅梅说一人可以吃九盘，应该不可能吧？如果没有成功的话，哎，想办法惩罚他们。每周日晚上7点，请锁定26台未来综合台。